七龙，那是讲你惊我会怪你啊，所以你唔才无好我望着你。放心啦，姐也袂甲你骂啦。七龙啊，姐也就想你呢。你是不是因个姐也望着你？上无，你嘛好我知影讲。你现在到底过得好不好？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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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罗总裁，伊就是郑权的爸爸。是啊，现在就无讲的吼。我呀，不是就同款的，可能跟妈妈较同款的嘿。敢有？嗯。啊，不过我个人感觉是郑权哦，跟我熟了真熟。因为拢真缘投，哈哈。不过伊个性哦，甲伊妈较像啊，老古板。奇怪，明明都少年人啊，想来个想法、甲行为哦，别输老人同款。所以有当时我感觉无比较少年。妈，我今仔是专工哦，带罗总裁吼来咱高分那里行行看看，想说来咱店内哦，食包。欢迎欢迎欢迎。啊，其实哦，我迄包啊，迄点心吼。这手艺拢是我妈妈留予我的，啊，吃普通无啥物。哦，你唔好这样谦虚啦，愈普通的菜啊，迄功夫啊，爱愈好，这大家拢捌的。哈，对。妈，妈，你赶紧找一块包好，好总裁吃。好，我先来找哈。哦，你不用。稍等嘞，稍等。总裁，你等一下吼，若是吃了好吃吼，哎，可以去我的粉丝页吼，可以按赞。哦。哦，这个就是你讲感情实在真诚的那人哦，哦，真正是哦，空气都无法印出来呢。我去成功阿公，伊是你的贵姓？真久啊？哦，歹势，我唔知啦。阿兄，这几个龙鳞囝啦吼。哦，对了，这家存啊，哎，明显我看得出来，其他都较唔捌啦，拢伫外口食头路哟。罗总裁，你拄仔食饱去，是不是？卖忘掉我的相片啊？好，拍摄。是的。